这是台湾花莲木花溪的下游，远远的你看到那一座山峰是有3000多公尺，非常出名，奇来山的北峰。如果是冬天的时候，经常上面覆盖着白雪。太阳慢慢出来，可以看到花莲这个地方也非常漂亮。正前方是海岸山脉，木瓜溪就左转流出大海了。远远的可以看到河谷当中有一个部落，应该也是合适退休的好地方吧。